直播吧，8月10日是6年前的今天，也就是2012年8月10日， NBA 历史上一笔重磅的四方交易诞生，魔术当家球星霍华德被送至湖人，之后与科比、加索尔以及纳什组成新的 F4。 具体的交易方案是，湖人送出安德鲁·拜纳姆、麦克罗伯茨、艾恩加和2015年受保护次轮签和2017年受保护首轮签，得到霍华德、厄尔克拉克和杜红。魔术送出霍华德、克拉克、杜红和杰森·理查德森，得到埃弗拉罗、哈林顿、哈克莱斯、武切维奇、麦克罗伯茨、艾恩加。2013年次轮签掘金，2014年首轮签掘金，2015年受保护首轮签76人，2015年受保护次轮签湖人和2017年受保护首轮签湖人。76人送出伊戈达拉、哈克莱斯、乌切维奇和2015年受保护首轮签，得到拜纳姆、杰森·理查德森。掘金送出埃弗拉罗、哈林顿、2013年次轮签和2014年首轮签，得到伊戈达拉、